你就进草丛得了，他俩蹲一下吧，剑圣自己打一下行不行？哎，欢迎参加我的表演，欢迎你再来，闪现掏回来33块，33块，打了也行。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，今天又要用真爱把我还回来。你打吧，哪去了这潘森？别被 W 到啊，我掏回来啪，致命点燃。你有闪现没有啊？没闪现加什么血呢？二级学个抠吧，点我挺疼的，别往上上了。哎，这卢仙是真是不行了，这卢仙。没事，我们死不了。哎呦我，还非得换一个呗？呀，这潘森没死啊！我的妈呀！这卢仙跟我居然被双杀了，我是很没想到的啊，兄弟。在这等一下吧，我给你个打吧溜。咱先吃个爆车，不着急打啊，这回可以打了。谁的传送呢？我往上走吧，你往下走，往上走。哎呀，天哪，简直是难玩啊！还有这寒冰减人数是真猛啊，天哪，这寒冰。
哎，我就发现这婉豪这 W 技能是不是就是，无论是放不放啊，都会引起你们的节奏，是吧？这个技能就放不放，都得引起一手节奏，是吧？放也不行，不放也不行，是，啊，那我抠了得了，我别用了。我用它干嘛你呢？真的下回我 W 不学了，省得老逼逼。来往中走一波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到了，我掏回来吧，这里头有针眼儿，来可以打，战线掏，哎，这居然没晕。不能理解，在这儿等着他。你好，这回总能死了吧？撤一手吧。你给我起飞，一个小寒冰，安妮儿好传送，啊都跟，哇这都不死，剑圣来干嘛来了？算了，这波兵线啊，咱就不要了。狂风之力呢？这儿呢。无论这婉豪我们玩什么，哎，我们都狂风之力啊。辅助我也狂风之力，收集者。我不管玩什么，这寒冰指定是活不下来。啊，对面一共就一个寒冰。我就纳闷这卢仙为什么老让人白打，36秒啊，等我36秒，等一下大招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先别打，我是真是给你电刀你都能补不了，是真是没办法，不要了，这个眼儿给他们了。那旁边有奥纳夫，咱不打啊。来进一波草丛看一下。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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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呗。W 致命减员，这奥拉夫是疯了是吧？你咋真疯了呀，兄弟呀？有这么疯狂吗？别怕，来，我在这里。下回能不能留个意？下回
把这针眼排了。这咋的呀？这寒冰啊，掏回来，啪啪，你给我起飞，啪啪啪，阿杜根，哪那么多人？怎么从天而降这么多人吗？这是什么掌法？这难道就是从天而降的掌法？我杀一个，从天下来俩，一换一。我打了，这奥拉夫疯狂了。要打小龙，剑圣是真没啥用。我从这个剑圣啊，就是一开始，然后我就没见过这剑圣，没见过这人。来东路杀一波咖喱奥来。哎，这人有这么多吗？给我掏回来，阿杜根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走呗！这家伙，这把可不太好打呀。你。潘森搁上路呢，我试试能不能把这潘森杀了吧。那潘森就搁这里头呢，瞅他一眼啊。我上了，他直接拆没了。把狂风之力出出来，你好。起飞降落，可以要啊，峡谷先锋可以要。这把可能得我们单带了，兄弟们，不单带不一定能赢得了啊。我的等级太低，这队友不行，俺们家阵容又差，剑圣又收割不了。快点过来呀，全是人呢。
上路试试吧。哎，还上。黄蜂翼，阿杜跟。那右边有潘森吧？嗯，还行啊。回家。这把就单出一个黄蜂之力得了，不能再出别的了啊！再出个收集者，首先第一点，他们太幼了，我们能杀的人只有寒冰跟潘森。第二，潘森还有翼，只能杀寒冰，寒冰杀他也不用其他装备。一个狂风之力就够用了，往这儿走来。狂风借翼，啪啪起飞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那万一我爆他，他开大，那他有伤害没？先杀的寒冰啊，掏回来，啪啪，还剩个潘森，给我砍死他！阿杜跟点炎，啪啪啪啪，还剩个那叫什么来着？掘墓人啊、哦！我不知道有没有伤害，这个不太清楚。清兵规则了，咱得先来个板甲这把。哎呦我的天，对面的资源是真快，打个眼儿的。哎呀，高地要没了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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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往后撤呀！黄蜂翼，阿杜根先杀一个就行，起飞！降落，啪啪啪啪，掏！我们好像有点无敌了，兄弟们！给我杀寒冰，我到了。你好，掏回来，啪！阿杜根。把红拿了，先把他这个盾给他打了。大龙插个眼，别让对面打大龙就行啊。我感觉我还需要一个捡西地的装备，比如说黑切这种东西。没有大呀，兄弟们，等我 R 吧。我还有二十秒，有大招。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
好，一回来可以追。黄蜂翼起飞降落，点烟 W 闪现走。你们杀辅助是有病是吧？有病给你治一治。这玩意儿怎么上高地了呢？都掏回来，啪啪，先把他老婆打了啊！都跟，哎呦，这玩意儿有点无敌了吗？这是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哦，好厉害的木魂人，我操，十五级的木魂人，好厉害的木魂人。李天使，关键我等级太低了，你知道吗？追他来，这必须得杀他！打大龙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大龙必须得要了啊！这大龙不要，俺们应该打不过了，把大龙打了。剑圣扛一下，整的我全扛的话再死了。哎，对面把小龙拿了，我们把大龙拿了，看看有没有红 buff 跳弹下来。这上路是真能带。嗯，搞个黑切了，我就不整别的了，我多整点右装。我是真不乐意出右，但是我们为了赢啊，那没办法。你瞅瞅他们这些玩意儿了，谁也扛不住。看看下路有没有寒冰，先把寒冰给杀了，主要找寒冰啊。来，这野区试试看吧，这大龙 buff 再不打没机会了，先把这木魂人杀了。来，先把这木魂人给杀了。来，你别动了，你也别动他了，今天也不可能让你动。你猜，来，我有狂风翼，别着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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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别着急别着急，他们家有奥拉夫，正面虽然没有人啊，正面虽然奥拉夫没看见，但是别急别急，我们，哎，嗯，你咋跑那么快呢？你靠，你是真能跑，我发现。把中路拆了，先把中路拔了。
走。这没办法啊，这只能杀了，先把他抱走，起飞，抛回来，闪现走，省得他把我给旋风旋死了。哎呦我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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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这梦魂人阿克打不过啊。这梦魂人这么猛，这梦魂人。小寒冰，一个小女人也敢在这里放肆啊！啊，谁放肆都行，你凭什么放肆？这剑圣在干什么？那木魂人能打动吗？不让他回家。这木魂人想追我，木魂人，嗯，木魂人，我操，木魂人跟个鬼一样，哎呀我，剑圣被控制，够呛，守不住了，打不过，对面上路太猛了，你知道吧？确实有点猛啊，这木魂人。我来把木魂人，那他不给上单呢？那狮子狗，那你咋整啊？问他能不能让我上，他说不能，那就没办法了。